He abused my trust, he abused my body, and he left scars on my psyche that may never go away. I am here to face you, Larry, so you can see I've regained my strength, that I'm no longer a victim, I'm a survivor. 包括奥运金牌名将美国女子体操选手有勇气站出来面对心中伤痕，是因为有人率先挺身而出。但赫兰德在15岁时曾遭国家体操队队医纳莎猥亵近一年，结束选手生涯后攻读法律成为律师，目前在肯塔基州第一大城路易维尔执业，并担任女子体操队教练。2016年看到新闻报道美国体操协会对被控犯下不当行为的教练处置不当，决定报警揭发纳莎的受刑。但赫兰德准备好病历及医学期刊等资料，并找专家作证纳莎当年许多行为根本不是治疗。而在他开出第一枪后，越来越多受害者出面指控纳莎。为了伸张正义，但赫兰德付出很大代价，包括去教会时被排挤、失去挚友和隐私，还要避免孩子看到妈妈的脸出现在媒体上。甚至有人质疑他是为了一己之力怂恿被害者提出告诉。长达16个月的审判和煎熬，但赫兰德跟其他受害者终于等到纳莎认罪，面对早该到来的惩罚。包括在国家队及密西根州立大学在职期间，纳莎这25年来性侵快300人，许多受害者是未成年儿童。法官判处最高175年有期徒刑，代表他有生之年都要在监狱度过。An acceptable apology to all of you is impossible to write and convey. I will carry your words with me for the rest of my days. 大爱新闻陈小玲编译。